你在这边干嘛？估测啦。1992，啊这 Camry 啊，干1992 Camry 干嘛啦？啊，你就来估就对了没？啊，这大灯泛黄是基本配备。哎、欸，我们的呢？棺材车啊，不是，讲太大声了哈、哦，把手断了，什么鬼东西 ？Toyota Camry， 干 A lucky 哦，哎、欸，点会破，这一趴灯就不一定找得到了。这台车哈、哦、有选配那个破旧的铝圈盖，这什么鬼？这什么鬼？这什么东西？为什么要破旧的铝圈盖？这外观应该不用看了吧，几乎都擦伤了，这边也擦伤，哦，这边也都擦伤。开门的地方你看，弄个鬼耶，哇，你看这个车顶行李箱也都拉擦了。哎，盖那这边没盖子。我跟你讲，他如果开出来，对，小司这个车我们旧换新，就是5万6万。对不对？那我们也卖个跟上次那个303一样，那卖个7万这样，比如说啦，7万、哦 okay ，这车真的很少啦。7万，你觉得有没有胜券在握？7万有了吧，很高了吧？对，最后我们的成交价12万，12万。看，这什么年代啊？都有铁坑。好，咱头啊开始看，现在考察啦。这大顶敢不会买哈？哎，这顶扣慢慢爱扣。我哪里讲？我哪自己刷牌呀？你都会关了掉在倒位啊？哎，先买旅行车嘞，啊，这机无去啊。哇、哦，错晒啊！这个后顶啊，这一般甲四门的无共，坏啊，咩啊创？错晒啊啦！换是拢会晒，但重点要毁无，即马只开落都唔知有无。啊，你看，讲足水的，啊，这啥？你看，这拢开开啊，你看，开的拢面板拢点到。这期这个坏了，少了一边。这车门板拢会歹，这种变拢变空的啊。可是这个吼、哦，白皮啊，就无差的。这就是原汁原味，就是要清我进去。这就到时最高规格，这地毯拢个挑出来，这拢个清啊，这种空个拢生高气啊，把酒就破啊。哎、欸，你看咱有用心，你看用螺丝甲锁嘞，啊，从毛的这边是钢，那边是木的。你看，你看，你看，我看到物件，这啥？绿色这啥？最想注意啊，有爱就滴落来，从上面滴落来。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サイシェカギカン。クアイチェホシニク。シズカロン。上手ゆめ天堂。好啦，各位观众，最后呢，我们这一台1993年的 Camry 的 Wagon 终于已经完成了。这台车当时呢，大家沸沸扬扬的说，小司买12万太贵了。那我们原本购入的价格，再加上这个花费，哎，恭喜已经破20万大关了。接下来我带大家看一下，我们在这台车上面做了哪一些的整理跟变动。首先呢，很清楚可以看到大灯都已经换掉了。这个大灯在台湾还买得到，因为它车头大灯跟其他的四门的车款是一样的，好，所以都还叫得到原厂的，我记得是地保的料嘛。好，烤漆不用讲，大家都看得出来吧。引擎的部分、水路的部分也做了一系列的整理，包含这些五油三水啊，基本上只要不正常的东西我们都把它弄成正常的，好不好？然后再来重点是我们把它换掉，它原本是14寸的铁圈，然后我们把它换成15寸的铝圈，古铜色的烤漆，然后再加上这很重要的科批精心制作的黑人的这个中心孔盖，好不好？这是我们的精髓。轮胎四个把它换成全新的轮胎，登禄普的轮胎。烤漆以外，一系列车顶架啊、哦，也都把它做烤漆的更新，包含这一条一条，这全部都喷过漆了，非常的漂亮典雅。所有的隔热纸都把它拆掉，所以这个坐在里面开车的时候，经典的老车就是要有这种通透感。你知道为什么要拆隔热纸吗？因为日本是不能贴隔热纸。可以吧，但是不能太黑。对啊，你不能贴太黑嘛。对，为什么那种 JDM 都要不贴隔热纸？因为就比较像在日本的车子，然后后面还要贴那个新手日本新手标志，好，这样就是 JDM 风格。然后哎、欸，我们天线是好的哦，我们天线发动它是会升起来，起火是会缩进去的。那 Toyota 我们也把它塔补回来了，哇，真的，现在就是 Toyota 了。哦，好啦，这个要称赞一下泰山好不好？啊，泰山不仅是去日本打工过，哦，在 eBay 买灯壳回来是不遗余力啊，你现在可以用英文沟通。成功的从海外买回东西，还蛮厉害的。这个尾灯我们是在 eBay， 是美国吗？美国啊，四颗，品相还不错。好啦，那接下来这个，哎、欸，这个门把没有修，门把找不到料，找不到料。这个比较可惜的是，这个门把有点找不到料，好，所以目前这个门把还是只剩下这个中间可以用。这个我们还陆续在找。那当然符合它这个那个时代年代感的大牌，
对不对？台湾省，所以我才会说全省，因为我是旧时代风格的人。再来一个就是，你看这个大牌千万不能把它移除掉，为什么你知道吗？那时候还有四存在的时候，再加上我们把它的螺丝也都换新了，整个看起来干干净净、漂漂亮亮，非常的素雅。好啦，那这样简单的美容也做过了嘛，对不对？哦，哎呀，这边有个绳子，你看，可以把这个拉起来。哦，美容我们也都完成了。这个把手我们也要找一个替代品，目前还在找寻当中，不过已经整理到一个程度了。那个就找那个，我记得有些洗衣粉比较大包的，上面在那个麻布袋上面会扣一个那个塑胶提把。哦，你说那个东西，找来把它扣上去应该就可以了。可以吗？可以吧？可以啦，不然束带这边穿条束带过来就会拉束带。太土炮了，土炮精神，好不好？我们这样拉着，来看一下内装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哦，很干净的，全还是原来的内装，完全就是原来的样子，干干净净的，漂漂亮亮，非常的舒服。那内装的部分哦，它之前有一些断掉的门把、啊、其实都已经把它补齐了。然后之前呢，它的中控的冷气的部分，这个旋钮也都断裂了。那我们也去杀到了一个原来的同款，这都跟四门款一样都杀得到了。只是很神奇，这个我还没有杀到，这个我还在塞，还在等。那个是什么？置物盒。它现在是用这个魔鬼粘嘛，这个东西就慢慢在找，反正玩老车就是这样嘛，急不得。后面那个把手我就担心了，沙漏厂就算有，通常他都希望连后门洗好啊，在能开的状况之下，我们就先让它这样，好不好？接下来就请大家慢慢欣赏我们整理过程的疗愈影片。我们要换什么？我们要换这一个水管座。水管座。还好还叫得到。然后还有水管，但是这个两条其中一条啦，因为拿来比，来可以看，你看它这个水管座有吗？都氧化了，然后下面漏了一滩水，就从水管那边漏，对啊。多热啊！看不腻啊！看不腻，对吧？对啊，这个能力啊，那圆圆大的米缸上是我们的啊，这台湾没看过，一般都是你们的。哎，有啦，也有两门的。啊，我们啊，我们根本没有。对啊。
泰山，不然我们做圆的黑人贴纸来贴一下中心孔盖，怎么样？找人家割字那种做贴纸做圆，你量一下中心几公分有没有？把它贴上去好了。啊，要摇啊，要摇，人要摇，人要摇。哈、啊，不用钱摇一摇啊。应该被姐做蛋糕诶，圆盘哦，放个顶啊，啊砰砰砰转。还是有，还是蛮多诶，多啊我。好了。哎、欸，它喷的角度跟我不一样，我先喷夹角，它直接就正面就上了。没有啊，我在喷角度啊。我想看那少夹角。没有，我都来了。来就直接上。哎、欸，我这样就好了，够渐层色漂亮吗？不错啊。渐层这样出来，比你那个普通漂亮多了哦、喔。啊，哥，咱啊喷薄薄啊，搞不好会较水哦、喔。卖喷纯顶盖泰山来搞，你无讲话那浅浅的嘛真水。你其实唔知就搞烂的。你可能到底啊？这三个角我先喷了、啊，表面是最好喷的啊，所以表面要把它放到最后面。好、啊，我讲过卖胸高嘛。胸高的老兵了，水吧？看上我 BB 他水吧？对不对？不要太厚哦，有那种渐层色的感觉。但是阿珂刚刚比我较轻呢，一喷它太高，对吧？它喷比较厚。我感觉你安尼差不多啊，差不多安尼的话，哎呀，一个说是破子，破子，真的假的？今天啊，你纯泰山的乌乌加垃圾垃圾，伊只红的你唔捌看过吗？灵丹的光线迄只，暗淡酒店内，异乡下难在。这个双声带为什么这样唱呢？你看为什么？金色嘛，金色的，对对对。你来用无好意啊？哎呀，喷了伤高，袂输敢那贴迄个喷膜的咧。现在是要喷什么？保护漆啊，保护漆，喷金米油啊。我干嘛？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哦，车皮现在在帮蚊子做外科手术。哈哈哈哈哈哈！细呀，我们盖子是圆的嘛，我们是方的嘛，所以要把这四个角磨掉就下去了。你要干嘛？这几下？那个轮胎的中心孔盖，哇，四个角磨掉嘛，稍微做一下记号了，到时候起来肯定要磨掉的话，不能磨太久了。为什么？我也超会答应好不好？啊，记得是要磨多位的，就是抛的啊，抛光用。对啊，你这样子一块就好了。还没好啊，下不了啊，哇，西装不没办法一次就成功了，还没啊。我还是比较大，我先吃掉了啦，因为反正那里是 guilty 啊。我今天才剪指甲而已。晚上你晚上要做什么？你看，你看，所以不能磨太快。你完全不想理我。晚上做什么？没有啊，是指甲太长而已啊。现在没有阿公店的啊，哈。我要把它放在这个里面，我要放这样，砍在里面。哦。所以还要再多一点，慢慢磨了，没有那么一次就成功的了。可以的啦，进去那个框里面的，好塞下去就可以了。哇，就怕太力，我们就把它用锉刀把它稍微修一下。啊，我用塞下去敲掉，我得夹麦来的哇。好了好了好了，去擦一擦。确实有。对啊。两张卫生纸。哇，我跟你讲，这个最难撕啊，每次撕这个都撕半天。Yes， 这次算快了。好，我要脸哦。好了，我也蛮快的。好吧，不能你撕我粘。你不要吐我，你什么东西快？买了，卖套就给你吐了。我又不会欺负泰山，对不对？好了，对吧？不管是正的、倒立的、横的都可以，有没有？啊、哇，长辈当狼。哈哈，不是这样，之后四颗要贴一样的位置吗？就是手都是朝上，不行啊，它会转啊，没有用，它会转啊，没有啊，你转了就一定，等一下这个会这样，这个可能就这样，这个可能就颠倒了、啊。哦，不会，全部都一起这样，啊、因为我们转向的时候轮距不一样啊。哦。假设我们绕一个大圈，内圈跟外圈不一样啊。对啊，它一定还是有那个落差。误差。耶，阿金啊，完成了，起码要来倒练啊，连腿要被倒嘞。到了到了。到了。
哇，帅啊！不错，地震再弄一下，再弄低一点，低一点，它让我们减两圈掉。对啊，会不会喷掉？不会，不会，不会，要不要赌？应该喷不掉，因为它转的中心转的小，幅度很小，如果在最外面就不敢讲了。好，走了，换好鞋子了，要回去了。不对啊，这样子时速比较久。一样啊，一样，我没有变啊，我可没有变，因为你铝圈变大。胎的那个怎么讲？中间那个值就要缩小一点，缩小一点。对，哦，反正台湾的表都是快乐表，没关系。没差。再世界一巻，不爱吃干し肉，静か論，上手夢天堂。好了，接下来我要赋予他生命了，这个是全体人员注入的心力，好不好？注入。好啦，在这个疫情爆发的时代哦，大家都很沉闷，那我们还是尽量的这个多产出一系列这样的影片来跟大家做分享。以后呢，可能也不会再有机会哦，我们还是为了经济为考量，好，可能这样子的老车我们将来会越收越少，那不然看成效如何啦，如果成效好的话，我们再考虑继续收老车。不过暂时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应该是不会再收老车回来再拍这样的影片跟大家分享。这个也请大家多多的分享影片，订阅鼓励支持我们，好，让我们再做出更多这样的影片跟大家分享，下次见。Flowers in your hand, we were all chasing phantoms. Maybe you would hold them still and I'd grab on. Yeah. Well, if you're scared of the dark, let the rundown street lights be your stars. And then picture swings in the bark, and I'll swing with you. Sing it. Sing it with me. Sing it with me. And we'll go howling at the moon. It's no use living if you're already dead. It's not worth saying if it's already said. Even if it all goes over your head, believe it if you want to. So keep your eyes on the road and your head in the stars. Follow it down the rabbit hole just a little while longer. You can change anything if you want to. Sing it like ooh, if you want to. Sing it like ooh, if you want to.上手夢天堂。